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五宏图》，表演者郭麒麟、阎鹤祥。上一个什么节目、啊、哎呀，这种演员啊，是好，这怎么这都是我们家的扇子呀、啊、这怎么的，回去就听这俩人吵，你说真缺德。张九龄、王九龙，嗯，跟这儿打了一段，是，这叫口吐莲花啊、嗯、啊，下去赶紧让他们死会儿。这一场呢，还是我们哥俩。对，其实来说呢，我们哥俩平时在一块儿说相声啊，机会还是比较多的。啊，您不亏心啊？您说这话、啊、怎么亏心了？哦，没事儿啊，相声都这样嘛，都是开玩笑，是逗逗乐，是吧？我们那个。占个便宜啊，当个大辈儿什么的，也都不往心里去。是，你是不往心里去。啊、对对对，阎鹤祥也挺高兴的。我呀，啊，挣你们家钱，这就是我跟你说。而且就我个人来说吧，嗯，这样的节目以后也不常见了。嗯、怎么不常见了？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来演出了。啊啊，对。什么意思这？就是以后不会再怎么说相声了。为什么？您干嘛去又？因为我这个身份和以前就不一样了。身份不一样，当然了。您现在什么身份？来，你看看，你先猜测一下啊，看我这个言谈话语、举止端庄，你看我像干嘛的？您德云少班主啊，您还干嘛？您这叫什么评价？什么评？什么职业？看我像干嘛的？什么职业？演员吗？您什么？对对对，不是演员。你干嘛的？我是一个科学家。不要起立啊，朋友们，别起立啊！有起立也是退场的，您知道吗？他们是去赌场，不是去退场，你知道吧？行行行，您等会儿吧。啊、您啊，科学家，你瞧这嘴，科学家，科学家，您整拢了包堆，您就念到初二，您科学家，您这。我初二退学之后干嘛去了？就初三，我上初三，好吗？初三上半学期我上了一个月才退的，那不一样吗？那为什么退啊？啊，有人选召我，真的选阎王爷，阎王爷嘛。我是被选中的男孩，知道吗？您是《延禧攻略》看多了，您说，人一般秀女才选中了呢，您选中了秀男啊？谁要临幸您是怎么着？我临幸谁临幸我呀？啊，选中我干嘛呀？入选，有个中科院，知道吧？我这中国科学院啊，让我去烧锅炉。那中科院还烧锅炉啊？早供暖了，你知道吧？教授都喝开水呢。去你的吧！科学研究科学去了，初三。您初三完上中科院研究科学去？对呀，研究科学呀。咱国家好不了了，我跟您说。知道吗，朋友们？看看仔细看看，这是科学家。您、啊、科学家？你科学家有这模样吗？怎么没这模样？打这起、哦，我就是这样的科学家。哦，你都研究什么呀？那就是流量科学家，明白吗？啊，流量科学家。哎，流科学往流量方向发展的科学家。嗯。研究什么？研究太多了。你给介绍一下。天文学。哦，天文学，天文学家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看得见吗？我看的，这看不见，只有房子挡着呢。对你这个、啊，反正把这拆了，我就能看见。哦，研究天文，是啊，那当然了。啊，我有研究成果，朋友们。什么成果？研究成果，天文学。我发现啊，啊，天，嗯，跟人，啊，是一样一样一样的。哦，天跟人都是结巴，是吧？什么叫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吗？这就表达我的那个感叹的情绪。哦，那科学成果，天人一体。哦，天上有什么，人身上就有什么。哦，您说人身上有什么，对应天上就有什么。对了，对了。那我能问问您吗？随便呀。这个天啊，嗯，天有四时，春夏秋冬。人身上有什么呀？人有四肢啊。哪四肢啊？胳膊大腿啊。哦，这对应春夏秋冬，遥相呼应。哦，都好。天有五方，哪五方啊？东西南北中。人有五脏，哪五脏啊？心肝脾肺肾。哦，你看看，天上有日月，人有双眼啊。哦，双眼对着日月。对呀，你看看。哦，天还有阴天，人身上有什么呀？人有近视。哦，近视眼就是阴天。对对对，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啊阴天是什么情况啊？就是天灰蒙蒙的，哦，你什么也看不着。人近视也如是啊。哦，对，一个近视散光的朋友出去上哪儿看？天天都跟阴天一样。哦，近视。这个天有下小雨儿，
人有迎风流泪。哦，迎风流泪。对对的，有的人就是这样，眼睛非常脆弱啊，一刮风哗这就哭了，这就哭了。天有火烧云，人有烂眼边儿。对，烂眼边儿。对对，烂眼边儿。你看有人就是啊，这玩意儿感染了，这就红了。你火烧云，哎，远远的天边一片红，咱这个近近的眼旁一片红，你看看。火烧云。哎，天有这个全球气候变暖，厄尔尼诺现象，人有什么呀？人有高烧不退。高烧不退。对，你那一直涨，我这也一直涨。哎，说有那么一天啊，说阴天下小雨，外带火烧云，还有点这个厄尔尼诺现象。说有这么一个人啊，他是近视，迎风流泪，烂眼边子，他还高烧，你让他死了得了。这人这眼睛要不得了，不是？对不对？你有这样的天吗？啊，这是研究成果。对呀、啊嗯，怎么样？也不怎么样。厉害不厉害？就这、啊。那当然了。哎呀，而且研究的东西很多啊。还研究什么了？很多你觉得很浅显的东西，嗯，其实要解释起来，那都深了。您给说说。深了啊，比如说啊，嗯，我现在考一考你。考考我。杨永强先生啊，我问你啊，你知道什么叫阴天吗？阴天近视眼吗？您刚才不说了吗？不是，你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，不要说我的这个论点。科学，你我怎么大学毕业、啊？那当然了，用这个高等教育的语言解释阴天啊，它就应该是这西方的观点、啊。西方观点，这个阴天就是老天爷的公式。完了。您这是哪个西方啊？您这个就是我们家西边那个。那不行，西三环那不能算西方，朋友。老天爷的公式，这我姥姥说的，没肯定没错啊。没听说过，你这八宝山那边说的是怎么着的、啊？老天爷的公式，不得都不，这叫什么呀？封建迷信。还老天爷的公式，那老天爷住哪儿啊？老天爷跟老天奶奶什么时候结的婚呀、啊？老天奶奶生了多少个老天大爷、老天伯伯啊？什么乱七八糟？孩子跟哪儿上学？有吗？没有啊，所以你说的就不对呀、啊。您说不对不就完了吗？这不对。我跟你说，是我这啊，我这不对，我那我不知道什么叫阴天的。我还跟你说，我要不知道，这条船上没人知道。你看，你人都笑话你，人都奔外走。你看，你说这都呼噜呼噜，这奔外走，都睡回房间查百科全书去。不可能，人家又回房间，这儿网好着呢。我告诉你，知道吗？没人知道什么阴天怎么回事，这谁给解释？话说的太大了啊！你知道这现在是一什么场合吗？是不啊，走了的咱不知道啊啊！我就知道在座的各位，嗯，都是学问人，那就别走了，赶紧。你还有不乐意当学问人的啊？当然不乐意当也不乐意当，跟咱也没关系啊。你知道哪一位是大学的教授？保不齐。哪一位是博士生导师？嗯，你跟人比了吗？啊，甭说他们哦，我您你就比不了，我就知道，你就知道阴天怎么回事。对了啊，那行了，你给我们说说阴天怎么回事，你给说说来。说说来，我听听来。说说来，说我听来来啊，说，来说说您。看他这模样，看他模样，先不要鼓掌，不要鼓掌。来说说我听。你这助纣为虐知道吗？来，我说，那你是这是向人请教问题的态度吗？你作为妲己，你不得这态度吗？没听说我还妲己。助纣为虐吗？你死你是。他哎，往这儿往这一站，这是请教问题吗？来，哎，你说我听，说我听。这是跟人学习吗？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，授人一字便为师。你平时啊跟我爸爸你师傅郭德纲你也这样吗？刚子这样说不错呀、啊、哎，说我他妈踹死你。我说其实我每回心里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你敢这样吗？你跟我请教问题你是不是得客气一点啊？朋友怎么客气啊？这鞠躬会不会啊？您说鞠躬不就完了？ 你跟人你上哪儿你哪怕你打听个道还得跟人鞠躬客气客气呢。嗯，老贾火葬场怎么走啊？我上那儿干嘛去？我哎，回回炉。好，行，就鞠躬嘛，不就是？对了，说那么多废话干嘛？鞠躬了啊！来，你看这是你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着？你干嘛？这是鞠躬啊？这鞠躬那，你是不是无脊椎生物啊？你就坏了，腰坏了，弯腰。啊，鞠躬还得弯腰是吧？多新鲜呀！好，你严肃一点，我告诉你啊。啊，严肃就多鞠几个。来，讨厌。
啊，我跟家属握手呢，我还没听说。你上这遗体告别来了是不是？你不是鞠躬鞠深点吗？这你不能这么严肃啊，朋友，你这严肃过了，你这个。那应该呢。你会乐不？你乐着点行不行啊？你说乐着点不就完了？对呀、啊，乐着点啊。哎，这人是个变态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我跟生前你要咬我呀，是怎么着的？生前关系好吗？没听说过。你不能这样，你这么大人怎么连乐都不会、啊？应该怎么乐呀？我教给你啊。啊，那这样，那似乐呀，似不乐。哦，似不乐又想乐，想乐还没乐出来，这个乐纹在肉皮里含着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给似乐似不乐，不乐又想乐，想乐没乐出来，这乐纹在肉皮里含着。你来一个我看看，什么形象啊？抬杠，你这样你就微笑鞠躬吧。微笑鞠躬吧。行、啊，那求我来了。求您来了。知道我有能耐了。知道你有能耐。我有什么能耐啊？你会尿炕。哎，你就跟我学尿炕似的。不，你们就问阴天怎么回事，你就说就完了呗。就问阴天是怎么回事。事儿忒多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问题呢。啊，就问这个。啊，你给我讲讲。我今天告诉你，你可别忘了啊，是郭麒麟，伟大的天文学家哦，大科学家郭麒麟先生在22岁的时候，在这个赞礼号上告诉你的。行，您快点说吧，好不好啊？以后你说要有个什么同学聚会、同事聊天，嗯，大伙儿正吃着饭呢，正说着话呢，哦，突然间有一个站起来了，说：“朋友们，咱们别瞎聊了，嗯，咱们现在探讨一下这个阴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哎呦，大伙儿一下全都鸦雀无声啊，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哎呦，这会儿就看你了，哦，严永祥蹭楞一下站起来了。汤汤汤汤脱口而出，把阴天是怎么回事跟大伙儿这么一说，大伙儿一个个都是暗挑大指、嗯、都说相声没能耐那是别人，哎呦，没有严永祥、啊、他可太了不起了、哦、今天我就教你这个阴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、啊、怎么回事呢？这个阴天啊啊就是要下雨，走错知道吗？这还不如那近视眼呢，这个怎么样？就这能耐啊！哎，还是莫文蔚的一首歌。您这不怎么样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能耐吗？你还有什么别的能耐吧？能耐太多了。您再说说。你看啊，我研究万事万物，嗯，离不开七个字。哪七个字啊？阴阳金木水火土。这我又不理解了。哎，随便找一东西、啊，我在这上面都能找出这七个字来。那我问问啊，这桌子，嗯、你说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？太简单了，朋友，大伙儿一看都能看得出来。嗯，桌子哪儿为阳？嗯，桌子面为阳。哦，桌子里儿为阴，这桌子咱搁这儿，你看灯，它能照着这面，这面就是阳。哦，这桌子里儿照不着，桌子里儿就是阴。那桌子有金吗？有金啊。嗯，桌子你看你这穗儿不是金色的吗？是吧？这那不像话，找出金来呀、啊！桌子是什么？木头啊。木头它是怎么变成的桌子呀？工厂做的呀。工厂谁做的呀？工人做的呀。工人拿什么做的呀？奔凿斧锯啊。奔凿斧锯是什么的？铁的呀。铁字怎么写呀？金字边吗？行了，可以了，有金了。我说金字边儿，哎，沾金就算，是吧？科学是、啊、金字边也算、哎，科学是非常严谨的。哦，嗯，桌子有木没有啊？你看这是不是弱智？你看没有？哦，桌子是木头的啊、哦。桌子有水吗？桌子是什么？木头啊。木头之前是什么？树啊。树长大你得浇什么？浇水啊。哦，浇水啊。桌子有火吗？劈着烧火呀。劈着烧。您这败家子儿啊！不能劈，不能劈啊！这扇子都坏了，桌子不能再坏了。这个桌子呀，啊，桌子它当然有火了。啊、您说，你往很久很久以前，狼狼而够哦，那个时期有这么一位咱们的先祖，谁呀？叫燧人氏。哦，这我知道。人家研究叫钻木取火，有火了。哦，桌子有土吗？桌子是什么？树啊。对，树长哪儿？长地上。地什么地？土。哦，土地对了、哦，你不能长水泥地上。哎，你看，我问个别的行吗？随便。哎，我后台刚才吃了一苹果。嗯，这苹果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？苹果拿过来，大伙儿看啊。啊。它有一面是红的。对啊。有一面是青的。嗯。红的那面就为阳。哦。青的那面就为阴。太阳照得着，哎，就是红的。哦。太阳照不着，就是青的。你看看。哎，苹果有金吗？你吃苹果，你不得镶个大金牙齿吗？对，凭什么呀？是不镶金牙人也得吃，对对，得有苹果。苹果你拿过来，你看啊，苹果长在哪儿？长树上。你是拿什么给它摘下来的呀？拿剪子绞啊。剪子是什么的？铁的呀。铁字怎么写？金字边这边有金了。哦，又有金字边了。哎，哦，苹果有木吗？哦，长树上，苹果树嘛。嗯，苹果有水吗？有啊。哪有水啊？苹果长在哪儿？长树上。树长大得浇什么？浇水，不能沾树这玩意儿、啊。苹果有火吗？这太、哎……这我知道，
有一个燧人氏转苹果取火，对吧？这人就不会举一反三，转苹果取火。行了，行，别吹了，别吹了，再吹也不行。啊，这东西苹果能转着取火吗？嗯，你得拿两个苹果呀。您这比我那还混蛋呢！您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苹果没有火，有火啊！苹果大伙上船是不是都听了吧？啊！哎，有这么一歌啊，小苹果，听过没有？我听过呀。有这么一句，唱的是“燃烧我生命的火，火火火火火”。你看，你看有多少火？你看看。哦，这个广场舞大妈跳这舞也算？哎，算火火火火火！哎，你怎么火？我还真信你的。你当然。苹果有土啊，得了，苹果树吧，长地土地。对对对，这规律我发现了，都给打我嘴里说。没错。我再问你一个啊。这个比如说咱那个吃那个山里红山楂果，这哪为阴哪为阳啊？这太简单了。嗯，山里红拿过来你看啊，它红的那面就为阳。对，它全是红的是吧？哎，对了，全是红的呀，全是红它就全为阳。全为阳，哎，全哪儿为阴啊？它没有阴，没有，能没有阴吗？能没有阴吗？万事万物都有阴阳吗？哪儿为阴？这个你想，它这个都是红的呀，它要是青的，它就没长熟，对不对？那到时候黑的成黑枣了。这个山里红啊，山里红，你一刀切开了，里头什么色儿？白色的呀，那为阴。哦，外边没有，上里边对付去。它里外是一体啊。山里红有筋没有？太有了。哪有筋？山里红长在哪儿？长树上啊。你是拿什么给它摘下来的？哦，你说我是拿什么给摘下来的？我就拿棍儿帮下来的。拿棍儿，我不拿这个脚，我帮下来的。这多有意思！嗯，不拿剪子脚，哎，非得拿一个铜杆帮。哎，没有这个铜杆。铜杆干嘛呀？竹竿。竹竿。哎，拿竹竿，那不都帮烂了吗？我爱吃烂红果。啊，好好好好。拿竹竿帮，哎，帮下来帮了一地，你吃不了几个，那是吃不了几个，你得卖啊，哎，你看有一种卖法叫大挂山里红，有这个，拿那个线绳啊，把这山里红一个一个都穿起来，哦，跟一串珠子似的，对对对，你想啊，这个山里红它是硬的，哦，那线是软的，哎，你是拿什么把这线给带过去？哦，我拿什么线给带过去的？就拿竹签捅过去的。拿竹签捅过去的，拿竹签哪有筋？就有有筋，别着急，拿竹签捅，竹签对，这个竹签，竹签要捅，它得有尖儿啊。哎，你是拿什么给这削尖的？我拿什么削尖的？我拿玻璃碴咔哧的，我拿玻璃碴咔哧，玻璃碴咔哧，哎，玻璃碴不玻璃碴咔不行啊，怎么着？还有毛边，哎，你是拿什么去的毛边？在地上蹭啊，在地上蹭啊。哪有筋啊？在地上蹭，在地上蹭，嗯，蹭那也行，啊，哎，蹭完了，啊，蹭完了也弄好。哎，对了，有一种吃法叫冰糖葫芦，哎，有，到我们天津叫糖墩儿，哎哎，这个糖墩儿好啊，对，它是拿竹签穿的，哎，但是您一吃的时候发现它里头没有糊，哦，这糊怎么回事啊？您说，哎，它是弄开之后把糊弄走的，哦，哎，你是拿什么把这山里红给切开的？我拿什么切开的？哎，我拿线儿勒呀。我拿线儿勒呀，一勒一个，一勒一个，哪有筋？拿线儿勒，哎，拿线儿勒好。嗯，先拿线儿一勒开，哎，对，啊，它里头有糊啊。啊，你是拿什么把那糊给挖出来？拿手抠啊，拿手抠啊，多脏啊！哪有筋？我爱吃脏红果，来来，好好好，啊，哪有筋？抠，拿手抠，嗯，拿手抠完之后，你就是穿上了。对，穿上好啊，穿上你不能，你得卖呀，啊，对吧？那是啊，你卖多少钱一串啊？卖一块，卖一块。哎，他不说一块钱，你看，哎，对对，一块，哦，卖一块一块。哎呦，那你这一块是哪儿出的呀？中国人民财政部，财政部出的。那中国人民财政部那出钱吗？反正归财政部管，哦，哪有金，哦，那这钱是哪儿印的？工厂印的。工厂拿什么印的？拿机器印的呀。这机器是什么的？塑料的，塑料的。哪有金？有塑料的机器，有新技术塑料的机器。你别着急，是你拿着卖了钱了，哎，卖钱你也得卖呀，哎，你也卖这冰糖葫芦，哎，拿这冰糖你得熬糖，没错啊。你是拿什么锅熬的糖？我拿砂锅熬的。这砂字怎么写？石字边一个少，锅呢？金字边有金了，在这儿等着我。